日前有一名男子伫经过嘉义市中孝路时，疑似是身体状况出问题，出现头晕的情形，倒伫店门口。现场有民众发现了后，随即通报嘉义市消防局，马上派遣救护人车前往。男子伫经过观察了后，无性命危险，不过伫跌倒了后有弄到面部，肢体有多处的擦伤，伫经过治疗了后送往病院。日前一名男子出门买物件时，在排队的过程疑似身体无爽快，出现头晕状况，随即倒在店家门口。在排队民众发现之后，马上通报，甲市消防局随即派遣救护车前往。男子向救护人员表示，因为顶一顿无食，疑似血糖过低才会倒地。救护人员随即替评估生命征象，民众倒地之后造成的伤口进行清洗止血，在排毒两个受伤一路之后送往病院治疗。到现场时发现男性伤者神情痛苦地坐在店家门口等待救援，表示现场人员众多并排队购物，突然一阵头晕目眩倒地后，因疼痛立即恢复意识，表示上一餐未进食。那救援对伤的进行评估后，发现头部鼻梁一处撕裂伤约1公分，肢体多处擦伤，测量者血糖值为正常，排除头部颈椎受伤疑虑后，立即给予清洗伤口。包扎止血及清洗支持等救护处置，后续送往嘉义基督教医院去做诊治。该市消防局呼吁民众，身体无爽快时，请减少出外，也就是避免一个人外出，应该伫厝中休困，以免外出时发生意外，造成不可挽回事件发生。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。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